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来修习色法，关照六处门的色法之后呢，又再跨入了学习民法的领域。民法可以分为两种，即心以及心所。民法属于在禅修当中必须得要关照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如果说要修Vipassana，都不外乎两种业处，即色业处和名业处。换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在禅修培育观智，都不外乎就是观色法和名法。讲到名法，名法是能够认知对象的，在我们所说的生活或者生命当中，都不外乎是认识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名法心与心所认知外在世界跟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每天我们都在看听常修触想，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都离不开这些。对于能听能看能嗅能尝能触能想的，我们称为名法。对于所看所听所嗅所尝所触所想的，我们称为所缘及对象。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世间或者世界。讲到心所呢，心所就是指心理的作用。心所可以分为52种心所，其中第一种是七种遍一切心的心所。遍一切心的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心里，在所有的心都拥有的这些心所。第二是六个杂心所，这里的杂意思是有时候会产生，有时候不一定会产生，而且这些心所在升起的时候呢，有一些会升起，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升起。那这两项就是遍一切心所跟杂心所合起来又通称为通一切心的心所。也就是说这两类的心所呢，在善心不善心果报心为作心都会升起的，都可以产生的。第三类心所是不善心所，有14个。这一类的心所只升起在不善心当中，也就是造恶的心。我们说到的烦恼都离不开这些心所，其中的贪嗔啊痴啊都属于这些心所，都包括在这里面。接着是美心所，美心所有25个。这里讲到的美呢，巴利叫做 sobana， 意思是美好的、善美的、清净的、庄严的、光辉的，这是娑婆那的意思。
眉心锁跟善的心锁不一定相同，善的心锁是能够造业的，但是眉心锁呢也包括了果报心，也包括了唯作心。果报心跟唯作心属于无忌的，但是由于忌类心也是属于好的善的，就善美的，因此呢美要比善的范围要更广。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七种变一切心心所。要注意呢，我们不要给这些名字给它迷惑了。这里讲到的所谓的变一切心心所，就是说根最根本的心所，最根本的心理作用，在一切的心里面都一定会出现的。这七种，要杂心所呢，就是它经常会出现，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心都有，经常会出现。这十四个心所呢，只会出现在不善心，就是作恶的时候，升起贪嗔痴的时候会升起的。而二十五个美心所呢，就是在升起好的心，那个时候就会有这些心所。七个变一切心所分别是 触、巴斯、受、维德那、想、三亚、思、杰德那、一境性、一个嘎达、命根、吉玉丁德亚、所以、玛纳西嘎拉。这里讲到的变一切心，也就是在所有的心里面都拥有的、普遍存在的。这里讲到的一切心，即包括了八十九种心，无论这种心属于果报心也好，是属于善心也好、不善心也好、唯作心也好，或者说欲界的心也好、色界的心也好、无色界的心也好、出世间的心也好，都会拥有这一些心所。只要有心升起，必定这七个是伴随着一起升起的。所以这七种呢，我们也可以姑且名之为最根本的心所、最基本的心所。由于这些心所其实都是一些心理作用，是我们的心运作最基本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呢，在我们其认知目标的时候呢，它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缺乏了这七种心所的任何一种，那我们将不能够完成认知对象的目标的作用。所以说变一切心，就是一切心都拥有的、一切心都存在的这些心所。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心所，触、巴斯。这里讲到的触、巴斯，它的意思就是去碰触，或者说触到。但是呢，我们不应该这么样想，就好像说认为说色法就是物质的撞击我们的身体，这个才叫碰。在这里的触呢，是特指心跟所缘的接触。由于有了这一种心理作用，就是这种触，就是心跟对象的这种接触，心才能够产生它的作用，才能够起到认知目标的作用。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触，所以才能够带动整个心理的活动。那这种心跟对象之间的连接接触，就是处于触。换而言之，就是说心接触到目标。
触的特象是接触，作用是撞击，导致实与所缘碰撞，这个碰撞也就是发生关系有连结，表现为实依处与所缘集合升起。静音是出现于诸门的静，例如出现于眼门的静就是颜色，出现于耳门的静就是声音。也就是说，当声音产生的时候，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那耳朵能够听到讲到的门呢，它是属于一种色法，或者说它是一种意识，我们的心识认知外界的一个管道。由于有了这种依处，就是有了耳朵，有了声音，那这种心理作用就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于是意识就产生作用。正如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说到了，源于眼、颜色、眼识三世何处而有受，无论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于是就也就是说，因为有了根、有了境、有了心、有了心识三个，这三法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在一起就称为触。因为有了触，于是带动了整个认知的过程的产生。所以呢，我们说到的触其实就是这三次这三样东西的碰触连接在一起，就称为触。第二个心所是受 Vedana。 Vedana 呢，它的意思是感受，也有一种意思就是经受、经历、体验的意思。这种受呢，有点类似于平时所说到的情感，但是呢，平时说到的情感它还包括了很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个属于世俗语言的范畴。但是在这里讲到的受呢，它是纯粹以对于对象所产生的体验，表现就是好的就升起你的快乐、舒适、肆意、可爱；不好的就升起苦、痛苦，就是不好的感受。所以这里的受是感受的意思。受的特点是感受，作用是享受或者体验对象的味，这里味是味道的意思。表现为是苦或者乐。如果体验到对象的味是可意的、可爱的、可喜的，于是就通常会升起乐，表现为受乐，有愉悦的感受。如果体验到对象是不好的、不可爱的、不可喜的、不可乐的，于是就会升起苦的感受。静音是触，也就是由于有了依处、所缘跟心这三世的碰触，于是必定伴随之相应的感受。有时候呢，也把受的静音说成是清安，这是对于乐受来说的。在经典里面会谈到种种的受，受可以分为三种受，可以分为五种受，可以分为六种受，可以分为九种受等等，很多种受。通常我们看到的是三种受比较多，有时候也提到五种受。所有的心
他们必定都以某一种受相应。也就是说，只要心认知目标，认知所缘，一定会有某种感受。这种感受呢，最初的分别可以分为三种，即乐受 sukha vedana， 苦受 dukkha vedana， 跟不苦不乐受 adukkama sukha vedana。乐受是由于体验或者享受对象的可爱之处，于是就会有了快乐的、愉悦的、喜悦的这种感受，我们称为乐受。如果体验到对象的不可乐之处、不可爱之处、不可喜之处，于是就会有这种不好的感受，这种不好的感受称为苦受。如果体验到对象属于中性的，就是不偏于苦或不偏于乐一边的，就称为不苦不乐受，或者又称为舍受 upekkha， 也就是对所缘体验为中性，心对于所缘的好坏分辨的感受并不明显，对对象没有特别的好的感觉或者特别的坏的感觉，感受平平，这个叫做不苦不乐受。在我们每一个心产生的时候呢，不一定会有乐受的或者苦受的或者不苦不乐受的伴随着升起。也就是说，感受是在一切时，只要我们有心就会升起，就会产生的。这种乐受或苦受通常它是跟着我们的心对于对象的体验评判而产生的。当体验到好的对象的时候呢，往往会升起乐受。例如说，看到了很漂亮的东西，好的东西，听到很美妙的声音啊，或者人家赞美你啊，人家表扬你，或者说嗅到很好的香，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啊，触到很好触的、很柔软柔和的、很舒适的碰触的所缘，或者说在想到一些很高兴的事情，这个时候的感受就是乐受。然而如果是看到不好的东西、丑陋的东西、讨厌的东西、讨厌的人、讨厌的事、讨厌的物，或者听到别人骂你啊，在禅修的时候啊，听到一些噪音啊，听到别人在说话，或者说闻到很臭的味道，吃到很难吃的东西，或者说在天气太热了、天气太冷了，肚子痛啊，或者说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病痛啊、撞伤啊。还有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想到倒霉的那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升起的受是苦受。那平时如果并没有去分辨对象是好还是坏，只是感受平平淡淡，就好像见到一个经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或者说去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用一个自己很熟悉的物品，这个时候呢，并不会有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讨厌的感受，这种感受平平的就称为不苦不乐受。还有一种受的分法是五种受，
这五种受是依身跟心的受来分的。这五种受是：第一是乐受 sukha vedana， 第二是苦受 dukha vedana， 第三是悦受，或者又翻译成喜受 somanasa vedana， 忧受 domanasa vedana， 跟舍受 upekkha vedana。这里第一种乐受跟我们刚才讲三种受的乐受名字相同，但是在这里它的意义却有点不同。刚才讲到的三种受的乐受呢，它是包括了身与心的乐受，但在这里呢，它是特指身体的快乐的感受，身体碰触到舒适的所缘，或者说很舒适的气候，或者说受到人的抚摸爱抚，这个时候身体产生的快乐的感受称为乐受。这种受属于身体的感受或者肉体的感受，对于这种受乐受的所缘是触所缘，即地火风三种所缘，唯有可喜、可爱、可意的触所缘碰触到身体，才会产生这种乐受。所以这种乐受是属于纯肉体的、纯身体的感受。第二种受苦受 dukkha vedana， 这也是身体的受。这种受呢，跟我们刚才讲三种受的受名字一样，但是在这里的意义就稍微窄一点。这里讲到的苦受是特指痛苦，就是身体的苦、痛苦的受。例如说，肚子痛啊，头痛啊，胃痛啊，牙痛啊，脚痛啊，手痛啊，等等这些类似病痛。或者说其他外伤的痛，好像给火烧伤啊，给热水烫伤啊，给刀割伤啊，等等这种身体的肉体的痛苦称为苦受。第三种悦受 somanasa vedana， 如果是从字面上来分析呢，这里的悦只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巴利呢，那就比较好理解了。这里的 somanasa 在这边下面的 domanasa， 它是一个组合词 ，so 再加 manas，manas 的意思就是心意的意，心意的意，意识的意。然后 so 呢，它是 su 就是好的意思，心。感受到好的那一种 vedana 感受称为接受，而 domanas 它是 manas 是它的词根，就是心意的意思，再加 都是坏的、不好的，由于内心体验到不好的是一种感受称为 domanas vedana。 那在如果是从巴利来说呢，那么他的意思就很明显，他就跟前面讲到的乐受跟苦受是纯粹属于肉体的，而悦受跟舍受是纯粹属于内心的，是属于心里面的受。悦受就是内心感到欢喜、高兴、愉悦、喜悦、快乐、开心，这种称为悦受。而忧受呢，就是内心感到痛苦、悲哀、焦虑、忧愁，纯粹是内心的不好的感受、不好的体验，称为忧受。第五种舍受 upekkha， upekkha
的意思是中等的、平等的或者忠实的，也就是说这种受呢并不偏于任何一边，它并不会有特别的喜欢，好的体验也不会有不好的体验，这种称为舍受。在这五种受当中，第一种跟第二种是纯粹是肉体的感受，第三、第四、第五及业受、忧受和死受呢，属于心理的感受。所以这里就讲到，依照肉体、依照身跟依照心的感受呢，可以分为这五种受。这五种受跟前面讲到的三种受对应起来呢，那么乐受跟悦受相当于三种受当中的乐受，苦受跟忧受相当于三种受当中的苦受，而舍受呢相当于前面讲到的不苦不乐受。还有一种分法是六种受，例如在经典里面讲到受它可以依照根门所产生的心漏而产生。这种受呢，就如果是当我们看到好的东西或不好的东西产生的感受呢，称为眼畜生受。眼畜生受就是缘以所看到的颜色或光，然后他会评判我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样产生的体验成为眼处生受。对于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也是这么样。在《单念处经》里面又提到九种受，这九种受呢，就是对于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一种，还有另外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基于有污染的。有污染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贪着于好的色声香味触这些世俗的有染着的所升起的，例如说看到好看的东西，听到好听的声音升起的是属于有污染的乐受。没有还如果是体验到不好的看到不好的东西，听到不好的声音等等所升起的是属于有污染的苦受。或者说有时候对于所缘没有很明显的体验，自称为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没有污染的三种受。没有污染的三种受呢，就是由于出离了，或者说自利益在修行当中所体验到的受，并不是基于物质条件，没有受到物欲的污染的，这个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到了。例如说，如果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体验到内心的平静跟快乐，这种快乐呢是没有污染的，没有污染的快乐。如果呢，在修行的时候，我很想要修行修得好，但是呢却感觉到好像没有进步，这个时候内心感觉到有忧虑，哎呀为什么我修行还没有进步呢，为什么还没有真的禅那呢，为什么我还没有断除烦恼呢，这样的话升起的那种内心的苦受呢，就称为没有污染的苦受。而对于修行来说呢，没有特别的好的感受和不好的感受，这个时候升起的是没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在《大念处经》里面，佛陀就用这九种分法来分受，就是来分我们的苦受、乐受和不苦不乐受。我们再讲一讲受，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在修行中，应当如何来去调整受，来去休息受，乃至可以如何来转化我们的受。受可以分为
身受与心受两种。身受包括了乐受和苦受，心受包括了乐受、忧受和舍受。那身受与心受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有没有？有吗？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就会有必然的联系，会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圣者来说呢，那他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这么样说呢？我们先讲一般人，就从心理反应来说啊，如果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去关注自己内心，没有培养心智的人，没有修行的人来说，等他在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痛苦的时候，例如说当他生病，或者说他的身体给刀割伤啊，给水烫伤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体验到痛苦的感受。当他体验到痛苦的感受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很高兴还是不开心的？是不开心啊。不开心他就经常就会埋怨啊，会排斥啊，会抗拒啊，会后悔啊，我刚才我为什么这么样啊，弄到我现在我这样那么痛苦。这样的话呢，就由于身体升起了痛苦的感受，而内心也升起了苦受。好像有很多人生了病，生了病啊，这个时候呢，身体就经验到、体验到痛苦的感受，然后生病通常伴随的就是很忧虑啊，即使是对于很多修行人也是。在修行的时候，由于身体有时候不争气，有时候身体会有些痛苦，例如说在禅坐的时候，腿痛啊、腰痛、肩膀痛、脖子痛，于是呢，他的内心就升起了痛苦了啊，很担心啊，我为什么老是这么痛啊？为什么现在我坐了那么久了还是这么样痛啊？真是很讨厌啊！然后呢，就怪这个怪那个啊，怪旁边的人啊，身体又发出臭气啊，要怪外面的一些声音啊，甚至怪外面的鸟叫、风声，他都可以升起排斥、抗拒的心理。这样的话呢，就由于身体的痛，他的心也产生了苦受啊，是不是？啊？对于乐受来说也是这么样。如果身体体验到一些很快乐的感受，例如说男女情爱的，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由于皮肤的接触啊等等，或者来自他接触一次，然后他的心就经常会粘着，会粘着，就是会回味很久，会贪着很久，会去追求。这样的话呢，就由于身体有了乐受之后呢，他的心也会粘着、会染着、会喜欢这种受。那这个时候呢，就由于身体的乐受而产生心理的乐受，喜欢这种感觉。那这个就是当身体如果受了的话，心也受了。对于修行人来说呢，如果一个善于调伏心，一个致力培养心智、培养定慧的禅修者、修行人来说呢，他可以做到身跟心分离。如何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体验到快乐的感受、舒适的感受的时候，这是由于善的果报成熟。由于善的果报成熟，我们的身体能够体验到快乐的感受。身体的感受是没办法避免的，即使连佛陀啊，他都会有身体的快乐的感受。但是呢，修行人的心却可以对自己所言保持忠实，保持平淡，如如不动。
即使有些外来的诱惑，他也有抵抗的能力，产生舍受，身体体验到苦受，例如说生病了，能够身体体验到苦受，身体的受是属于一种果报的受。之所以身体会遭受痛苦，是由于不善果报的成熟。由于不善果报成熟的时候呢，身体就会体验到痛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学习承受，要如理作意，而不要让忧受，就是心的苦受接连着产生。那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一位禅修者来说，我们就应该做到身苦心不苦。佛陀在一部经典里面就讲到了，愚痴无闻的凡夫呢，会被两支箭射中，但是呢，一个多闻的圣弟子，一位修习心的人，只有一支箭能够射中他，另外一支箭对他来说没有效用，没有作用。这两支箭，一支是身的受，一支是心的受。对于凡夫来说呢，身受的箭也煎熬着他，也折磨着他；心受的箭也煎熬着他，折磨着他。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呢，身体的受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只要有这个果报身，那由于有了这个身体，那身体就必定会承受着过去业带来的果报。但是对于心来说呢，它不一定追随着身体的感受而苦而乐而忧。身体的苦受跟乐受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这只属于果报。果报，我们得这一堆色蕴，就这一堆色身，是由于过去的业带来的，这称为业生色。既然是由于业带来的，那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不断在我们的生命期间会成熟，由于过去的不善业成熟，我们会身体会遭受到痛苦；由于过去的善业成熟，我们的身体可以遭受到快乐。身体的苦乐是没办法去避免的，即使连佛陀也不例外。在律藏里面呢，就有很多讲到佛陀也会生病的例子。例如说，佛陀有一次在律藏的药篇里面就讲到，有一次佛陀就生了一场病，这场病应该是跟血液有关的病。然后呢，当时的名医吉瓦嘎，他就用了一种很厉害的药粉，想要给佛陀服，但是由于这种药太厉害了，他怕佛陀直接服用了，对他的身体就不一定能受得了。于是呢，他就把药粉就撒在莲花当中，然后就叫佛陀去闻一闻。佛陀闻了一次然后他就拉了十次的肚子，然后再闻第二次又拉了十次的肚子，然后闻第三次之后呢，那位名医吉瓦嘎他就跟他说，当你拉了第九次肚子之后呢，你再去洗一个温水澡，之后呢，你再还会拉一次肚子，你的病就会好了。所以我们在看律藏里面，其实连佛陀也是会生病。佛陀有时候他的背也会痛，特别是在晚年的时候。佛陀的一生人的最后一次与安居是他80年那个时候，他度过了成佛之后的第45个与安居，当时是在维萨离城，在那一个与安居当中，他得了很激烈的背痛。为什么佛陀也会得背痛呢？如果大家看《大般涅槃经》就很清楚，由于在过去很久很久远以前，当时我们的菩萨是一个摔跤士，经常跟人家摔跤，因为我们的菩萨当时很壮也是经常都摔赢对手。有时他对手呢就跟菩萨说你假装输给我，你被我摔倒，然后呢我就
答应给你多少钱。当时我们的菩萨呢就相信了他的对手，然后就假装败给了他的对手，结果呢就那个对手就赖账。赖账第二次也是，第二次那个对手的他的对手就说，哎，你这次你再输给我，你再输给我，我就会把之前那一次的钱一起还给你。那一次菩萨又相信了他啊，结果又败了之后呢，那个对手结果又赖账啊，不肯把钱还给他。第三次那对手他又这样说，哎，这次你再输给我，你再输给我，三次的钱一起还给你。那个时候我们的菩萨就不管那么多了，然后结果呢他就在他的对手被他打翻的时候呢，他就犹如熬一把杆子一样把他的腰椎骨这样折断了。因为当时我们的菩萨很壮，那正是由于这种当时他杀了他的对手这种业，结果他的很多生都经受着背痛的果报，即使连在最后一生最后一年，我们的佛陀他也经受着很激烈的背痛。这种背痛呢强烈到佛陀他说他必须得用决意入果定，出定之后用决意说让这很强烈的背痛不从他入以暗去一直到他入般涅槃都不再升起，否则这种悲痛是很剧烈的折磨着佛陀。那个在那一个以暗去当中，阿难尊者就很担心，他就看到佛陀病得那么重，他担心佛陀会在没有告知僧众的情况下入般涅槃。阿难尊者就把他的担心就告诉了佛陀。那佛陀他说，啊，你对我还有什么期待呢？啊，如果我是僧团的领袖，那你们也许会这么说，啊，我还对你们有什么教导？但是呢，我并不像一些全师一样，我会保留之一手。我已经把我所证悟的、我所觉悟的所有的法毫无遗漏的交给你们，你们还对我有什么期待呢？啊，所以当时呢，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你们要，自皈依，法皈依，就是说你们要相信自己，你们要皈依法，你们要以自己为舟，以法为舟，不要去皈依其他。所以呢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就也讲到佛陀晚年悲痛的故事，还有讲到佛陀在他的最后的一餐也是吃了一个叫做从他的字面来说就是吃一种软猪肉，这种软当时他就接受了准的一个铁匠准的供养。但是有的人就解释这是一种叫做就是菌类的木耳，北传的游行经翻译成旃檀木耳，但是他的巴利词呢反而有点像软猪肉那种。他吃了之后呢，结果那天下午就很激烈的肚子痛，拉了好多次痢疾，然后在当天晚上我们的佛陀就入灭了。还有讲到在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佛陀被提婆达多推石头，结果怎么样，他的脚怎么样，给石片刮破了，佛陀的脚那个时候流出了很多血，这也就是佛教史上很有名的叫什么出佛身血啊。对，那个时候当时就是几婆医生就帮佛陀包扎。那即使连我们的佛陀都会经受这些病痛，那现在呢有些修行人说啊，我要修行我要没有病痛，这个有可能吗？或者说你们听信某一些外道或者是某一些护法外道说啊，你们修行的什么什么法你就不会病的，不用看病，有可能吗？连我们的佛陀也看病啊，难道有谁的福报能够超越过佛陀的？是不是？所以很明显的，只要有这个果报身，我们就要承受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果报。对于身体的苦受，我们没办法避免，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粘着于这些苦受，不再执着于这个色身，那我们的心就可以做到不会跟随着身体的痛苦而产生痛苦。因为
佛陀跟一切投生为人乃至到只要还有这个色身还有五蕴身存在的，他就必须得经受由于果报成就而带来的痛苦。但是呢，我们想一想，佛陀有没有可能产生忧受呢？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忧受必定伴随之成心，或者换而言之，嗔心一定是伴随着忧受，嗔心所体验的受就是忧受。佛陀还有嗔心吗？还有嗔心吗？你不是像有些俗人说的连佛都会发火有可能呢？那个是不可能的。佛陀由于他已经断除了嗔恚，已经断除了嗔恨心了，所以他不可能产生忧的受。不要说佛陀，即使是一位三果圣子，有三果圣子已经断除了嗔，他三果圣子也不会有忧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嗔恨嗔恚心是属于五下分解，在三果一位禅修者当他证得了第三道的时候，第三道的不来道之阿那嘎密玛嘎就能够断除嗔，断除嗔从此以后呢，一位三果圣子他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的忧虑啊、忧郁啊、担心啊、忧愁啊、焦虑啊、紧张啊、恐惧啊、悲伤啊，都不可能有。例如在我们的佛陀入般涅槃之后，当时在佛陀身边的弟子就有两种反应。在经典里面讲到，那些还没有离欲的，因为当佛陀入般涅槃的时候，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圣子，连最后的苏巴德苏巴德就是那个游方的外道，他当他听了佛陀说法之后呢，他离开。那但是呢，佛陀当时他说，在至大众当中最低的限度都已经是出国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佛陀入灭的时候，留在佛陀身边的弟子至少都是出国圣子。当佛陀入灭之后呢，就弟子当中有两种反应。对于那些没有离欲的，就是出国圣子跟二国圣子来说呢，他就见到佛陀入灭就很悲伤很伤心。例如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在佛陀入灭的时候他还是属于什么？对，他只是出国圣子，他还没有断尽一切烦恼，他还有贪嗔痴，所以阿难尊者在哭泣，是不是？但是呢，对于那些已经断尽烦恼，或者说那些离欲者，离欲者就包括了三果圣子跟四果圣子、阿拉汉圣子这两种人，他见到了佛陀入灭之后，他想起的是什么？诸行无常啊，生子有灭，慧和有离，要让存在的永远不幻灭，要让慧和的永远不分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他就思维着诸行无常。或者说讲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对，那些离欲者他们就是这么样思维，思维无常，我们的导师去思维无常，但是他们内心并没有任何的忧伤痛苦悲伤。对于那些出国跟二国甚至来说，他会痛哭流涕啊，甚至会捶胸倒地啊，在那边大声嚎啕大哭都有。这个就是出国跟二国甚至的反应跟三国四国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呢？因为出国二国甚至还没有离嗔，所以还会有忧受的产生。三国跟四国甚至由于已经断了嗔恨心，所以自然没有忧受。那
因为我们的生活必定会感受到啊，很喜爱的东西会破坏，很喜欢的人、很亲爱的人会离散，生离死别，都会有这么。但是对于圣子来说呢，对于已经离欲的圣子来说呢，他只是思维世间的无常而已，并不会因为这些世间的变幻，他的内心产生痛苦、忧愁的感受。那这些是圣子的领域，对于我们平时来说呢，应该如何来把握呢？应该如何来学习呢？我们要学习如理作意。例如说，当我们的身体体验到痛苦，体验到不好的感受，例如说我们的身体遭到病痛的折磨等的时候，平时的反应往往是怨天尤人或者怪其他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如理作意的话我们就学习承受反正有了这个身体，你要使它病，那是不可能的。正如佛陀也说过呢，无取应就是病，有了这个身心它就是病。当我们在平时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往往是排斥，跟他作对。如果如理作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虽然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内心仍然稍微一如理作意，反正现在别人要这么样对待我，那我们要改变他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包容，可以学习承受，甚至我们反而要对对方散播慈爱。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内心所升起的受就不一定跟我们身体所遭受的受是相等的。因此对凡夫来说呢，五种受都有，即身体的苦乐、心里的苦乐受都有。但是对于已经离欲的圣子来说呢，第四种受就是忧受，就完全不可能升起。甚至其他的四种受都有可能升起，即乐受、苦受、乐受跟死受都有可能升起，但是已经没有第四种受了。一位离欲的圣子也会有身体的乐受，也会有身体的苦受，心里也会有欢喜的感受，也会有舍受，但是不会有心里的忧受。换而言之，身体的乐受跟苦受就是由于果报的成熟而带来的身体的舒适的感受，或者说身体痛苦的感受。对于心来说呢，佛陀跟那些离欲的弟子们，他们内心也会欢喜。例如说当他进入初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受是属于什么受？也是属于乐受或者说称为乐受。或者那些阿拉汉弟子们，当他听闻佛法的时候，他们的受是什么受？也是乐受。对，然后有时候当他们在走路在托钵的时候呢，或者说在进入第四禅，或者在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或者有可能是舍受，也就是他不偏于苦，也不偏于乐的那一边，内心平等的、平淡的去观照。所以在这五种受当中，第一种受跟第二种受是属于果报的受。这种受呢，我们通常来说呢，不能够说它是善，或也不能够说它是恶，因为它的本质只是果报来的，就是它只是一种结果。由于善业的成熟，一个人可以经验到乐受，这是身体的受；由于不善业的成熟，一个人经受到苦受，这也是属于果报。但对于第三种来说呢，对一般的人来说，第三种受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也可以是为错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你很贪着一样东西，你很喜爱那个东西，你太贪着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兽？是月兽。你太喜欢了，例如说你想要追求一样东西啊，你想要啊，或者说啊，现在突然啊你赚了很多钱啊，这个时候你的心理升级的是什么兽？月兽。这种兽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啊？你的心念已经粘着在钱上，善还是不善？那又例如说，如果当你在听闻佛法或者说见到佛陀的像很庄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升起的兽是乐兽还是乐兽？这种乐兽是善还是不善的？也是善的。对，如果是对于阿拉汉来说呢，他的心里面只是微作，所以对于阿拉汉圣者来说，他的兽是月兽或者是舍兽呢，都是属于微作的。同时呢，由于内心也有可能会有果报的月兽，例如说有些人一投生，他由于在过去生造了一些善业，很欢喜的造善业，这个时候他至一种很欢喜的造善业的业成熟，那使他投生为人，那投生为人的结生心里面也会有乐受，这种乐受是属于第三种，那属于果报的。对于第四种忧受来说呢，肯定是不善的，没有任何的忧是善的。即使你说那我为了修行，我修行，我担心我的修行不能进步，也就是佛陀讲到在《大念初经》里面讲的九种受的无污染的苦受的时候，也是属于不善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大家要很高兴很欢喜的很快乐的禅修，而不要升起忧受？为什么？因为忧受，你的内心有担心就会有焦虑啊，有期待就会有追求，于是你自内心就会患得患失，这个时候你内心就有忧受，忧受必然是不善的。对于舍受来说呢，它也是很多种，它既可以是善，也可以是不善，也可以是为作，也可以是果报。例如说如果你现在刚刚买了一件新衣服，你会很喜欢这件新衣服啊，这件新衣服又是很时髦又是很名牌，你穿上它，你的内心这个升起的是快乐的还是忠实的？是快乐的。对，但是当这件衣服你经常穿的时候呢，你还会不会每次穿都是很高兴的穿上它？会不会？不会了。但是呢，你会对这件名牌的衣服有贪爱吗？有吗？那既然有它，那你会不会一穿上去也很高兴呢？不一定啊。那这个时候你对这件名牌衣服你还是有贪爱，但是你这个时候升起的兽也许是属于舍兽。对于善来说呢，舍受也有可能产生。例如说，当我们感受平平的，没有很欢喜的去做布施啊，好像持戒一样啊，持戒大家不可能说每天都很高兴的持戒，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属于舍受。禅修也是啊，有时候大家并不是很高兴的，每天都很快乐的禅修，有时候禅修才修出一大堆烦恼出来。修修烦恼那是忧受啊，如果你感受平平那是舍受。对于果报来说也是有可能是属于舍受，对于微作，例如说阿拉汉圣旨一样，他也有可能是内心很平等的，没有任何苦跟乐的去托钵去接受食物啊，或者有时候他看到一些本来他可以使一般人升起乐受的，他也可以升起舍受。当然呢，这些受我们也可以通过造作来生。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体验到所缘的味道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可以造作它是乐或造作它是苦，但是呢，这只是属于下面的三种
而不是前面的两种。前面那两种是属于果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转变它，但是后面那几种我们会转变它。本来一样东西是很好的，由于你的不如理作意，而你也会埋怨它，会抱怨它，是不是？例如说，现在这边其实大家一起共修，一起创造一个很良好的气氛。本来你的心应该心怀感恩，一个很欢喜的禅修。但是如果你的心老是挑着某些人的毛病啊，挑着这里的毛病，那里的毛病，那你的心就充满了排斥，充满了厌恶，充满了抗拒。你的心老是去挑别人啊，挑这里挑那里的毛病，你的心升起的是什么手？是属于忧手。或者说，如果是在修行的环境，假如是很不好，比如说周围的环境很嘈杂，假如在你们的家里面，可能外面的马路的声音又吵着你啊，然后你的家里人在旁边走动或者在外面看电视的声音又吵着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假如你的心稍微不如你作意的话，很容易粘着那些声音，然后就排斥，然后甚至你要出去骂他一顿，怪他一顿，为什么那么吵啊。但是如果你稍微转一念，反正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要尊重他们，毕竟他也尊重我，他已经提供了那么好的条件给我禅修，我应该心怀感恩，感恩我的家人成就我现在还在这边，至少他没有拉我出去陪他一起看电视，或者没给一些杂物我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反而会升起一种感恩的心去修行。对于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又在公司或者说在单位或者说在大家交朋处友处事待人的时候呢，也是这么样。有时候当别人在怪你，在埋怨你的时候呢，如果你用一种包容的心，慈爱的心，那个时候呢，你升起的反应不一定是忧愁，反而有可能是乐受。如果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即使好的东西，你的善的果报成熟，你也有可能产生的是忧愁。只要你产生了忧愁，你的内心必定是遭受到忧虑啊、担心啊等等，或者说讨厌啊、厌恶的煎熬。那这种忧愁可以说也叫做自作自受。因此对于我们学了受之后，我们平时要多点如理作意，要培养的是善的悦受或者善的舍受，而应该避免的是不善的悦受跟不善的舍受，更应当远离忧受。我们当然对前面那两种乐受跟苦受呢，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转化后面那三种受。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